你爱啥呀？没啥。哎。没事，反正疫情期间工作也不是太好找，到时候再看呗。嗯，工作太好找了，给了我一职，给了我一个 UI 设计师的岗位。然后呢？嗯，回去考虑。然后谈工作吗？说的是底薪十 K。可以啊，好厉害。嗯，谢谢你啊。嗯。今天可以请你吃饭吗？你谈过几个男朋友啊？我谈过。